这帮人凶神恶煞，看来不好对付。还好俺跑得快。 追上他，这有路可逃，那便只能拼了。出来混，不是你砍死俺，就是俺砍死你。哪个不想活的，别放马过来！ 身手不凡，若不是误入了歧途，怎么看起来不像朝廷的兵啊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刘豫州麾下，关羽。方才你可是说自己不怕死？且慢，俺名叫周仓。 入蒙大侠不弃，收作小弟，今生愿生死追随。若你当真有意改过自新，不再作恶，关某便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这便是侠义之人，俺输得心服口服。自从那天起，俺便脱了黄金，金盆洗手了。 周桑，今后你便随关某一同。又是妖魔，同盟元帅不是已成种种枯骨？夫君，请多加小心。哎，无休无止。 刘荆州向来以清廉贤能闻名，他当年班继而入，平定叛乱，令荆州成为一方乐土。如今我们救出了他。 荆州定能恢复昔日之繁华。 夫君，前方便是乱葬岗，眼睛应在此处。夫人。
敌所在，但到底之前还需剿灭盘踞此地的妖魔。胜利就在眼前，还是阁下技高一筹。您竟将此物找回来了，感激不尽。您对荆州上下的大恩大德，吾真是难以为报。备有一事相求，可否将新野之地暂借与备落脚？荆州四战之地，更何况如今百废待兴，而备军除可尽绵薄之力以外，更吾求之不得。只怕怠慢了玄，还请玄德尽管安心。这荆州的重建和防御还有多多。我早就想和你比试比试了，今日总算能知道今日状态绝佳，你可要做好准备。这么厉害，一定跟无数英雄豪杰交过手吧？哎，你有没有和我老爹比试过？算了，当我没问。我会努力练习的。下。吴娟和二叔、三叔每日跟你一起鬼混，这本小姐小姐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模样，莫非妾身又酒后失？妾身真是无地自容。今日，在下只想做回一名剑客，刀剑无眼，还请阁下小心。
看来是时候弃剑了。作为剑客行走江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从今往后天下将只会有军师徐庶，徐庶将日夜钻研军略。如果不分出个高下，你心里应该也不痛快吧？现在这个样子，根本说不清谁更厉害。不如咱们现在开始真刀真枪的较量。哎，若是手下留情，俺可饶不了你。是天下无敌。哼，you
全力以赴，无需顾及关门。阁下之武艺，难道仅仅如此？关某对阁下心服口服，且无论将士或百姓，都为阁如此勇猛过人。